近日，星湖中天成绩示意术展在京举办，李亚鹏带着女儿李嫣一起出席看展。在参观过程中，李亚鹏一致贴心为女儿拍照讲解，还一起去购买周边。跟在李亚鹏身边的李嫣全程很开心，一直展露笑颜，身穿一身红色连衣裙的少女显得青春阳光。虽然照片不是很聚焦，但仍能看到李嫣佩戴在耳朵上大大的黑色耳钉，红黑搭配起来也显得更加精神了。前不久李嫣出席活动又亮相了国外的大秀舞台，让不少吃瓜群众好奇是否将来也会像妈妈和姐姐一样进军娱乐圈。不过李亚鹏则否认了这个说法，说明孩子去走秀实际上是为了募捐善款，是女儿在做的志愿者工作而已，跟她进不进娱乐圈没有关系。据悉当天走秀共获得了200万善款，